5日，歌手田馥甄出席某商业活动，身穿白色泡泡袖上衣，搭配白色阔腿裤，留着中分长短发，仙气十足，为粉丝们带来经典曲目，点燃全场热情。她不仅有动听的歌声，更是有着影星一样的高颜值。她的歌声有一种穿透力和亲和力，让人觉得心底暖暖的。还记得《我的少女时代》里面的主题曲《小幸运》吗？田馥甄也带来了这首 KTV 必点歌曲，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幸运。单飞后的田馥甄没有了昔日姐妹们的依靠，但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坚韧意志，在事业上也是顺风顺水的，但其中肯定也饱含艰辛。那么她单飞后有没有想过放弃呢？哦，没有哎，怎么会这么努力啊？我不想放弃。我觉得应该不让我放弃的是有很多爱我的粉丝朋友们，还有很多的媒体朋友都很包容我，然后在我自己单飞的这条音乐路上也很支持我。其实真的很谢谢大家， SH 出道了15年，然后中间这5、6年我自己也发行了自己个人的专辑，做了一些自己想要做的音乐的样子，大家都很支持，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放弃。然后在这其中的过程当中我也获得很多很多，所以很幸福，然后大家给我更多的动力往前行。